语音国学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们好，听语音学唐诗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孟浩然的一首五言古诗《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》。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有待考证，只是知道有一天，孟浩然住在僧人夜诗的庙里，他的朋友丁大约定晚上和他共宿。天快黑了，丁大还没有来，孟浩然就出庙等候他，并作此诗记下了这件事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古诗《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》，孟浩然。夕阳渡西岭，群鹤书已明，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清听。樵人归尽欲，烟鸟栖初定。知子期宿来，孤琴后罗镜。这首诗写的是夕阳徐徐落入西边的山岭，千山万壑忽然就昏昏明明，松间明月增添了夜的凉意，风中泉声听来别有情味。打柴的樵夫们将要归尽，烟幕中的鸟儿刚刚栖定，期望你能如约来此住宿，我独抱着琴等在罗曼路径。此诗写诗人在山中等候友人到来，而友人仍不至时的情景。诗人挥洒自如，点染空灵，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，将暮色之时山中景色勾勒得极具特色，全诗诗中有画，胜负美感。前六句展示了山寺一带黄昏时美丽的自然景色，诗人先后描绘夕阳西下，群鹤昏鸣，松霁月出，风吹清泉，樵人归尽，烟鸟栖定等生动的意象，渲染了环境和气氛。随着景致的流动，时间在暗中转换，环境也越来越加清幽。孟浩然在山水诗中很善于表现自然景物在时间中的变化和运动，山间寻常的景物一经诗人妙笔点染，便构成了一幅清丽优美的图画。这首诗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形象，不仅准确地表现出山中从薄暮到深夜的时态特征，而且融汇着诗人期盼知音的心情。特别是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清听两句，写诗人见松月而觉夜凉，听见泉水而感山幽，细致入微的传达出日暮山间听泉时的全部感受，很有韵味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前六句是写景，只有结尾两句在写等候友人。其实，诗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写等候友人了，不过诗人暗藏在景物之中，没有露面罢了。全篇前六句皆融情入景，到了第七句才点出知子期宿来，然后在第八句孤琴后罗镜，以孤修饰琴，更添了孤清之感。孤琴的形象兼有期待知音之意，而用罗字修饰镜，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孤独，因为藤萝总是互相攀援，枝蔓交错的群生在一起。这一句诗在整幅山居秋夜幽寂清冷的景物背景上
生动地勾勒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。这位风神散朗的诗人抱着琴，孤零零地伫立在洒满月色的罗镜上，望眼欲穿地期盼着友人的到来，彰显出了诗人不焦虑不抱怨的儒雅风度，也从侧面表露出了诗人闲适的心境和对友人的信任。全诗色彩不断变换，景物描写十分清幽，语言含蓄委婉却不失韵味。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清听，是此诗的名句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再来听一遍这首古诗。宿夜诗山房，待丁大不至，孟浩然。夕阳渡西岭，群鹤书已鸣。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清听。樵人归尽欲，烟鸟栖初定。之子栖宿来，孤琴后罗镜。好了，今天的赏析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语音国学，记得把它分享给您身边的大朋友小朋友，点击文章右上角图标选择分享到朋友圈，或者发送给您的好朋友。您还可以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链接进入语音国学微信交流群。感谢您的关注与分享，我们明天再见。